好，一日圈叉。哎，啊，这个今天呢，我要来体验一下，当导播是怎么一件事情。是因为呢，啊，自从民国七十几年呢，啊，在电视圈入伍之后，就一直在当目前的工作人员。对对对，我们只知道以前这个当导播不好当，对，因为可能生气起来会从二楼跳到一楼，再从一楼再跳回二楼。是是是，那不是廖天丁吗？廖天丁，相传就是以前有一个叫陈烈的导播，真的是这样。他其实呢没有真的跳下来，他没有跳下来，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是把人家推下来。不是，因为他说他搞旋转踢的时候呢，哦，就一步做两步就下来了，推下来。他以为他刚刚还在二楼呢，那个上在骂人的时候，对，突然间又看到他，就以为他是跳下来。哦，不过他跳上去是真的，跳上去是真的，跳上去是真的。还有那个，千万不要再乱讲，好吧？不是，但是我们今天这是来体验，但是呢，教我们的人一定是个导播。当然了，哎，对，要不然是谁来教我们？真的，所以我们说要尊敬这个导播，这种老师一定要这样。所以一日为师，终身担当，有没有？因为阔队担当，很师的师。哎哎，所以我当导播。那你今天是摄影师啊？我应该摄影师或者是现场的 FB 之类的，这样子是可以吗？好，那这样可以了。那这样子，喂喂，太太太，你不要发了我，那你 cue 我好不好？我就镜头在哪里？在哪里就要这样。你说哦，比方说跳沙是特写，对，还是呢？当哎，老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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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老开，老开 ，middle， 哎，推，是。所以，我们今天呢，摄影师加导播，我们今天要完成这个任务，好不好？而且听说是这个节目是麦卡贝啊，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红的节目。对对对，哎，杰林以前在风水啊，是我们在管。对，现在是我们给他管。怎么会这样？真的是这样，他是风水轮流转，好像是麦卡贝一姐。他今天愿意把这个节目让我们来给他 take， 我们一定要把他好好 take， 把他 take。真的的，是，好不好？好。所以今天是这个三个人的组合。OK， 我们千万不能够砸锅，全力以赴，全力以赴，来来加油一下。嗨，一二三，恭喜恭喜恭喜！红包也在，来来加油加油！啊，一二三，加油加油加油！九五九八，哎哎，终于对了！好了好了，导播来了，导播，哎呦，导播真的来了，导播。哎，哎呦，导播这么漂亮！导播，我们接下来怎么样工作？请你的分配一下。对对对，请告诉我们一下。助导都坐这边。哦，他负责的工作是字卡跟爸，我控这边。还是你来控这边？那个，其实我对这种按键的东西其实有点距离，我们这种。年级生好像对当代的三 C 产品有点距离了。你别惊，因为我一在那忙吧，手臂啊，买差不多安尼。家长，一万、二万、三万，算都讲差不多啦。清楚，我不要模糊。啊，不是，你总共只有四个要按的，啊，你搞那么多要干嘛？今天还有其他的。你先不要问别的，先不要问，就你今天你用得到的部分先记住就好。今天，今天细掉你啊，其他都不要管喽，我都不看喽，这都不要推了，都不要动喽。没有想到你的工作竟然这么简单。对，五个按键就决定你的未来。你觉得这么简单，我就解决。我拐，我拐，我那镜头轮屏都好黑。那我还有一点关注，你怎么可能 OK？ 哦，他现在已经开始开了嘛，对不对？已经开始了，这节目就要开始了。对，哇，我能不能请假？我能不能请假？好想，好想家哦！那什么东西？哎，来干嘛的？好了，导播，那我就坐这边。没有没有，导播先坐，能坐，你再坐在他的身上。哎，老板，哎，还是我再换一下，导播坐这边，我这样，导播，哎，蛮好的。教你打高尔夫球。那我的工作，我拿一台机器让我架在肩。摄影师在前面嘛。哎，啊，你这样。我就这样子。摄影师，这样子吗？这样脸贴脸吗？对对。
那你要 take 啊，啊对，啊 take 啊、哦，嘿，录音了，嘿，录音了，嘿，嘿，录音，哎，哎，好，哎，要做到鼻孔，哎，吃到鼻孔，嗯，哎，蛮好的哦，哎，私交，哎，哎，干嘛这么害羞啊？有没有男朋友？对。有的话比较习惯一点。等一下是你来哦，没有他、哦。我来，就是这样子，四指抓住，这个吗？控制哪里？控制这里。这是变焦。哦，变焦的地方。好，那我就控制这样。OK。哇塞，这个简单多了。那个250选到一个男的。OK， 谢谢。一日为师，终身担当。哎、欸，你也来做事，这么多人在等助理啊？没有，他们是那个暗中辅助，但实际上他们并不出手，出手是我，是这样子吗？好不好？哎、欸，请摄影师就位，好不好？安、啊、东，我应该到我摄影师的位置去了吗？你要摄影师就位 ，Yes， 走，我要听你的指令了 ，No problem。真的是买铁线，买那个羊肠线。你很聪明，你有埋过哦。你的膝盖是不是有埋？膝盖是不是有埋？钢筋在里面。哎，我是，不好意思，我埋钢筋在里面啊。哈哈哈哈哈。顺哥，顺哥，片山啊，带顺哥，片山带一下顺哥哈。啊，卤蛋，从卤蛋方面，从润到他卤蛋的脸块。对，漂亮。对，好，很客气啊，好，没有注意啊，干嘛？穿他特写，穿他特写，我们都看到你的喉结在里面啊，是哎，而且我连肚子都有扎，我告诉你怎么看，这掀起来，掀起来，肚子掀起来，啊哦，我觉得有点哦，这是什么？都是那个针的洞，对，因为超过35岁要花的钱很多，哎。蹲下拍我们特写嘛，对不对？不要了，今天已经坐在椅子上。
顺哥看到万，你是不是站不住了？你是不是站不住了？导播跟摄影师都完了，那个导播在跟我讲，我那时候安静，没什么，站不住了，站不住了，好了，万，五段特写，还最坏，五段特写，摄影师那个比主持人还多了，对啊，笑非常好，笑得很好，聊天分的小声一点，因为我在主持。五段笑，你看呐、啊，哇，这么爱我，五段笑，很好，顺哥好，3号6探特写，3号6探特写，3号6探特写，啊，就六探说两句话，一口气，很屌，顺，漂亮，已经润到最近了啦，润，润最近的，那把机器推上去，来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个，那是动物园，动物园 ，Ru Ru Z O O Ru Ru， 哇笑啊，为什么在跟我说 Ru？ 因为你是星星啊，好，不要带杰林，闭掉啊，杰林闭掉，不是，不带杰林，全部都给你，全部都是杰林的。不要告诉我，不要我好不好 ？Make out festival summer 2015。哦，在本周五28日，一年有3天会在我们台北地下街的剧组。我们来看一下影片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影片，刚才进影片啊。哦，好可爱哟、哦。Make out。它这个是什么东西呢？会场限定，所以大家才会去买。对啊，特殊。对啊，通常都是被限定的，其实。很好，这镜头抓得好啊。这个镜子抓得很好，因为这是比较当家的，今天 take 你，没关系，今天 take 你好了。那就跟他，我先躺在地上，我先躺在地上要主持，超开心。我们准备 Q 下一个，直接把讲台上了解。导播说这一格是那个卤蛋的一天，哈哈哈哈哈，所以不管卤蛋在干嘛，都要这个卤蛋。要去，导播说要去了。导播，那导播自己去啊！你要去，我自己去啊！跟我抢票吧。导播就是可以去啊。对，你哪里去啊？好，我们去收门票哎。没有，那个台北地下街很适合你们去，就是一些水晶店啊。人家菜刀那个。还有八卦轮盘按摩那个。对，哎，对啊，你用那个刀疗法试试看那个膝盖会不会好？喂喂，刀疗法没有，他就直接砍掉就好了，砍掉就好，砍掉就好了。喂，膝盖一下砍掉，导播说，喂，导播到时候你的，导播到时候这个推了就会变这样子哦。叫做刀疗法，那叫刀切法，刀切法，刀切法，好不好？来，那个看过来问，推个卤蛋，卤推。他这是影响到我们，真的，我很大声哎，重气十足，然后又推个刀，就是你刚刚说，哎，那你有做过刀？卤蛋很好，卤蛋表情这样。他 camera one， 而且超大声。六探发表一下。你只有跟双哥碰，为什么你要玩？好，是导吐啊吐啊，很少有这样子吧，很少这种情，但是我们现在吐啊吐给杰林特写。哎，我觉得杰林的脸有点红哎。来 take one。要吧。用他来。我挑。错了。杰尼特姐锁定他的那个眼睛这个地方，眼睛，然后全部啊，然后就是跳绳的时候，然后他们会鱼尾纹锁定啊，先锁定。啊，没有啊，没有鱼尾纹。会痛啊？我不知道，老师，我刚刚会痛啊。好，好，慢慢走，慢慢穿，没有没有，笑的时候也没有，笑的时候都没有，确定，相当的年轻，完全女生。吐，我想知道那到底痛不痛哎，因为本上都是说什么上身的人。
上身怎样？我觉得就算你真的上去了，那个时候不会痛。上身什么？跟麻药一样，对不对？上身什么？大家，上身，我上身是那个上身，我上身双子座。我要刷牙的时候，什么东西？然后女朋友妈才，我不是很痛很痛，你要泡的。不过他那个刀的那个按摩那个是刀背吧？对，刀背。对啊，然后他会铺个毛巾。不是刀背，是刀刃哦。刀刃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我有试过，我有我试过。哦，对，康亮万。那可以跟我们说你的感觉是什么？康亮万。哎，这个 Camera One 报告哈，因为跟现在跟那个内部的那个所有的内容要相应一下，因为里面的参加做真正的刀刃只有我，因为当时呢我脚也很痛，他是用真的刀刃哦，然后呢他在你的皮肤上面这样吭，他用那个尖尖的角度就好像针灸一样，刀疗就是等于是刀灸，是往里面刺激的一种疗法。他会流血吗？他不会流血，他会流脓。那也太严重了。没有。就刚刚好，刚刚好。啊，天猫，我来，我好忙哦。机器下肩了、啊，那个下机器，下肩上肩，机器上肩，下肩啊。下肩是怎样？下肩是刮一下，下肩然后这样。机器上肩了、啊，刚刚各位机器上肩、啊。这个拆下来的话，不就太？你想下肩还是你要说谁是下肩？下肩。你要讲清楚啊。然后把机器上肩，上肩了以后，上，天猫要注意啊、哦。现在杰宁讲的很好。你现在，我现在叫你的，这个冲上前去，用低角度哈，这机器跪在地上的低角度拍杰林仰角，好不好？啊，注意啊！好，低角度啊，往上拍，呸！对，冲上前，就借他嘴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讲话啊！太气人了！你是拍什么动画片啊？超尴尬的，好不好？就影片呐、啊，好，就影片，进，好，有。完全外行，不知道该怎么样面对这些机器。对我来讲，他们是一个新鲜的挑战。等一下，注意，等一下，你去当导播，镜头要这样跑嘛，要这样跑，推嘛，推，要推嘛，好不好？是吧，看到没？可不可以？我怎么感觉你好像在按摩了？推，往前推。不是，可不可以？可以，可以，没有问题。那蹲下来，这样子嘛，这样拍嘛，可不可以？他就蹲不下来嘛。可以。那不要不然就蹲不下来嘛。是不是蹲不下来嘛？我试一下嘛。好的，来哈。这个是可以。来 ，1、2、3，take。膝盖蹲吗？老婆不是说膝盖要蹲吗？都看不到你了，我来，你去当导播，你去退给我，去，确定吗？确定，好，来，我还要劝解。我们节目也太敷衍了吧？哦，真是奇怪嘞。什么？我要背这么多东西啊？对，之后吧。你以为我只做一件事？好，我们谢谢导播啊。好，你继续聊啊，好不好？好。万，他匡德里面那些人物跟你的镜头都没有什么关系，能不能把它抓到比较核心一点？核心是，因为像我们最近跟有啊，推，快速推到杰林脸上，真的哎，什么时候找他的游戏？不好意思，你的镜位跑进我们的摄影机，没有，因为导播给我的指令是要推到脸上，啊，好运动，他说打完的我脸上，脸上。好，来那个天猫万，你的那个腰太粗了。天猫万，你的腰太粗了，请把缩小腹。真的？对，有没有睡觉？你缩小腹。我们注意很久。那我们那个卖的小腹的，刚刚导播。刚导播，我给你解释一下，因为我是正在练腹肌，他练肌肉跟那个脂肪两个正在 mix， 所以会有一种出现肚子很大的感觉。可是三年前这样。现在是在命。现在是因为啊，知道，因为你用力之后冲洗。好，报导播，我现在回到原位了啊，谢谢导播。OK，慢慢回来，慢慢回来。这么大，受不了。对啊。好，报导播，我那个机器架不上去。赶快找人帮忙，有问题帮忙。哎，
谁会下棋棋？行不行啊？太重了，太重了。希望冷气开大点，好不好？好热，太重了。好，那我们来到下一个，下一个是 Hello Kitty 耶，我最喜欢了。跨领域无极限，超核心弟弟出现，有请小白来。来，我们这个导播好多，他第一个就是知道。那这个导播好多了。这么想再给你搞了。对，有一根那一根，没有在后面那一根。对。晚安。你那个位置真是很糟糕，天猫万，天猫万的位置，天猫万，你有斜视吗？天猫万，天猫万，润一下，润到牙。我看他哭了，我不记得哈利哭了。哈利哦，天猫万。牙齿太黄，你要建议他要去洗牙。天妈妈，麻烦你上肩。天妈妈，天妈妈，上肩。我刚刚才从肩上拿下来，我记得你有办法在上肩。上肩真的很累。够很久了，刚才Rocking Here。天妈妈，能上。天猫万，你什么零件掉了？对，天猫万，现在观众看到一些乱象。天猫万，怎么样？天猫万，你在拍谁？天猫万，天猫万，你是一团乱。天猫万，天猫万，你的发型乱了。天猫万。天猫万，你是疯了！天猫万，我记得里面怎么还有一个摄影师？下班了，不用很久。天猫万，天猫万，你疯了！你是没有骑机车，没有戴安全帽。你们玩完吗？我们要坐在小屋第一排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。这位精神失常的摄影师，拉贝拉贝，他天猫万，天猫万到那个六探的后面去，天猫万，天猫万慢慢去拉他的背。天妈妈，我们要贴近那个，要贴近睡前的皮肤。下班了是？那你下班了，我还有很多改成。那我要下班了，赶快把人家的原本的工作还给人家，对，都不准备了。真的没有。
都要感谢幕后工作。真的，其实刚刚呢，我光是要拆解、要蹲下去，哪那么容易？但是因为你的身手比较矫健，所以我让你到后面去贴进去拍他的腋下，所以你进去也说腋下如何吗？刚刚那个腋下很紧。哎，完美 ，perfect。只是有时候失焦了，这样。没关系，但是因为都钱不好，我们要换一台新的机器，好吧？不过说真的，今天的这全新的感受，哎，对于呢这个幕后工作呢，我真的献上最敬礼。好吧，今天的一日全场 OK 大成功。